我来教你们来剪片的第三集，以及我来教你们放他的声音，很简单，超级超级简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m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我来教你们来剪片的第三集，OK， 废话不多说，我来教你们剪的，就是好像如果你们写字那样哦，在剪音嘛。然后问题是，关掉风扇先。然后问题是，它是怎样放那个声音出来？声音那种这样，我出视频给你们看了、啊，就是这个。当你自拍时，这个呢，就是有声音哦，刚才。所以接下来教你们放他的声音，很简单，超级超级简单。OK， 去看吧。OK， 那么呢，现在呢，你们就进剪音，现在还在 update 了哦，不要忘记去 update 哦，因为他 update 的时候，哇、哦，很美啊，不要进去哦。OK， 首先呢，一样按焦，然后呢，就是我在拍一个谁。看很多，随便啦，哪一个好哩？我视频有这么多哎，啊这个啦，我 intro 啊，我的 intro， 然后呢，你们就放一下啊，最近头比较痛，这边比较痛 ，OK。OK， 然后你们写字哦，写字写随便啦、啊。对 ，OK。OK， 你下是啊，走开先。OK， 因为你们写好了，你们就按去这个文本什么让它读。OK， 管它。OK 啊，很多声音哦。如果是抖音正常的声音是小姐姐，就是这个。然后就按打过才好玩。更不必。啊，这样罢了。不要唱多。哦，我影片讲完。OK。如果你们想要给我教什么影片的话，等一下。OK， 如果你们想要给我，教什么那些剪片骨的话，记得留言在下面，然后讲，你们不会什么，我可以教你们剪。我确定，我发誓我会帮你们。因为。我最近有什么东西做？除了功课，除了网课，然后影片里没有这样放咯，就是放 MV 吧，没有像拍那种 vlog， 没有拍那种，如果你们什么不知道怎样剪的话哦，留言下面，等下我会帮你们剪，会教你们 ，OK。再见，拜拜。啾。